因缘际会，从朋友手中拿到一卷柯达的 TMX 100，直到拍了一两张，才发现这是生产于2002年2月，距今现在已经过了将近20年的底片。但在网络上查了有关 TMX 100的资讯，得知是2000年初就已经停产，所以现在的底片应该也都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假如你把该不该拍过期底片这个问题丢到网络上面问，你通常会得到两派的回答。第一种是连碰都不要碰，因为你不晓得它过期的时间，底片上面的感光乳剂它会剥落到什么程度，那么你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去设定你的 ISO， 你不知道你的曝光时间，完全要凭感觉。那最重要的还是会有非常严重的色偏。另外一派则是，假设你非常喜欢底片它特有的底片感，拍摄过期底片可以作为测验你平常人品的一个实验。不过说实在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这么多老奶奶需要你帮忙过马路，所以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除非是有人送我拍过期底片，否则我自己不会花钱去买，因为明谢惠顾的几率真的太高了。至于为何我还是会想要拍摄 TMX 100这卷过期底片呢？主要是因为它是黑白底片的关系，本身的感光结构不同于彩色正负片，是藉由波长不一的感光乳剂层层叠加。过期两三年还好，稍微曝光久一点就行，但超过5年以上又没有放在冰箱保存的话，不同颜色的感光乳剂衰退幅度不一，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色偏。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去年拍过一卷在1996年生产的富士正片 Fujichrome 100，就是所谓的人品大失败。整卷的亮部只剩下些许的橘红，而暗部则是完全看不到层次的蓝绿色。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样测试过期底片呢？我在同一个位置拍了两张照片，光圈固定是 F11 的情况下，测光表建议的快门是1秒钟，所以第一张曝光1秒，另一张考虑倒翼率失效则是延长了10秒。在尚未进行调色的情况下，个人认为最适当的曝光时间大概是落在两张中间的5秒钟，所以这卷底片比起新鲜的状态需要再多曝光2至3档会保险许多。也许是一开始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对于冲洗的结果出乎意料的满意，给了自己许多信心。那么这就是拍摄过期底片的经验分享。再来是底片闲聊的时间，相信大家应该不少人都有听说了。在1月15号的时候，富士公司发表了声明说，他们由于原物料短缺的问题，因此在2021年3月将全面停止35mm Pro 400H 的生产线，而120则是在明年3月生产最后一批。那我在这几天就看到许多网友在社群网站上面哀鸿遍野，然后网络的底片零售商也直接把底片的价格哄抬到一个我个人非常压抑，觉得说后面的币值是新台币吗？自己在去年到基隆拍摄废墟的时候使用过 Pro 400H， 听许多网友分享这卷底片不应该把它设定在 ISO 400拍摄，否则暗部细节会有非常严重的绿色色偏，整体看起来也像是欠曝的。我个人比起 Pro 400H 还是比较偏好柯达 Portra 400多一点，也许是富士的整体发色真的太绿，第一眼会觉得那像是相机摆平衡没设定好所拍摄出来的样子。虽然没有对 Pro 400H 抱有太好的印象，但无论怎么说，面对即将走入历史的底片，当下的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好好拍，就是在荷包还负担得起的情况下，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回应这个时代的世界。
那如果想看更多的摄影作品的话，欢迎上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对于这次影片有任何想法，无论是一开头提到的过期底片，或者是我反而比较想知道每位网友对于已经停产的底片有哪一款是你个人认为最喜欢，然后最希望那款底片有办法可以重新开始制作的呢？可以把这些想法回馈在底下留言处提供给我，未来或许可以再进行一些分享交流。那讲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影片。那么我们下次见。